位同學啊，劉師兄啊，接住嚟嘅環節可以話係今晚嘅高潮喎、哦。係啊，接住落嚟嘅環節咧，係由老師姚志明先生同埋嘉賓鄧有韻小姐為大家獻唱名曲《紫鳳樓》。請大家以熱烈嘅掌聲歡迎兩位啊！Thank you.
抹心碎似潜露春光，两妻情留得千般劫暗情，多少泪花香还待了相思像。
叹春风人面，如今似要碎了，吹化作朝云暮雨，妆台消瓦，寒娇啊。一朝风薄乱飘，到此日再难，兄啊所以我人
心事。三年，三年嚟我累尽失明，不问尘世。今日之会，只醉故人情。你，你莫介意风雨障碍。风系。远离尘世，我伴你遁迹深山，冰雪秋波，我可以再寻仙药啊！试问你拒人千里外，能否得心安呢？
我也落发空门笑业障啊。请留步。多谢姚志明老师，多谢邓友安小姐精湛的演出。各位观众朋友，现在是中场休息的时间，节目将会在五分钟之后继续。多谢各位。演出节目现在继续。在介绍第七首演出歌曲之前，我们先向大家介绍为今晚大会伴奏的乐师，好不好？首先就是音乐领导欧阳婷师傅、陈世英师傅、雷文师傅、黄永佳师傅、
冯浩邦师傅、黄荣嘉师傅同埋陈石雄师傅嘅，仲有咧系击角嘅领导余家龙先生、钟伟筹师傅、廖直球师傅。